今天我要介绍的作品呢是水箭龟，然后这个作品呢是我蛮喜欢的一个作品，但是它在做起来的过程呢，非常的困难。那有几点呢，我会在这边稍微提一下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它原设计所提供的档案里面呢，感觉上好像比例上有一些问题。第一个是它的头太小，然后再来是尾巴太大。我印完之后发现说装起来觉得有点怪怪的。所以我就直接量测它的尺寸，去自己去做缩放，然后让它可以大致上可以符合这个身体的一个比例。好，主要是这一点。那再来呢，因为它的零件非常多，所以支撑的地方也多，所以相对的你后续要做打磨的处理呢，也会相对的蛮多的。好，尤其是头部的地方，因为它分成三个零件，那它三个零件结合之后呢，难免会有一些缝隙的存在。那这边呢，我是用补土来让它尽量的看不出接缝，然后它打磨上也是花很长的时间，然后非常的辛苦。那最后呢，就是做上色的动作哦，也是相对的需要很多耐心，慢慢的把它涂好。那做完之后呢，它有一些关节呢，
我在想可能是比例上的关系，有些地方是太松了，所以我是直接把它碾死的。我让它只有像手的话，我可能是整只让它做移动的。如果我在想原设计，它应该是每个关节都是可以移动的状态。这边我就是给它做一个修补的动作，没有做得很好，但是整体上我还是满意的。那如果有兴趣的人呢，我会在说明底下会放连结，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原设计的档案啊，去做下载。那特别下载完之后，如果你要做猎鹰的话，就注意我这几点，它的头部跟它的尾巴，这里比例呢要去再去做缩放，那是正确的。